就还我裸啊，我穿衣服那儿学了一招。你裸？嗯，看看能成能不成。俺衣服裸的油馍，你都不知道多好吃嘛。他弄那起刺儿，刺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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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药都管上不成个。油大了都不成个。嗯，那还得起刺儿，薄薄的跟纸呀。咦呵呵呵，我没摸过那么薄。你没吃过他裸的油馍吧？俺奶还去了看干啥。我和了了，面给和的溜溜光。好的。调调我吧。亮亮，你的手艺咋样？我这回得学学俺姨夫那一招。他们说那轻易不外传。嗯，会会啥秘诀？还有秘方他呢？还不是就是面的变。秘诀。这秘诀之一的，干的薄点就这，一会儿得上大看着。我看人家那嫂子俩老了，跟你白忙，忙干忙干，这叫你用劲呢，不是忙忙忙忙。用劲按呢？哎，用劲。忙呗，转圈呗，这个跟不着了，再转不了了。我得纳闷儿呢。啥好消息我也不去了，光看。这都中了，这都记住了。咱试试火候啥呀？抓着我一坨抓着一块，抓不动了呀！啊？抓不动了了。咋抓不动？吓着我，愣了。那非得惹你给我抓，你早点不跟我说。抓的什么？他就这个没了。下回得现场教学。嗯，哎，比了盖这有点下了嘛，比了盖这他弄的就是这样多一层一层起来的，你看咱这也有层，就是中间不切。哪有宽面呢？你摸摸够吃不够？不够吃了再摸个，够吃了都不摸了。差不多。你那差不多差多少嘞？够吃了，这有四个馍了，那还有一个再摞一摞就够了吧？别过了，还有一个菜，我估计啊，光我也得一摞多。哎，你看你一摞多，我就吃不多。我成天我说着我老了，你俩呀也活着我呀，你那饭我得喝一半儿。一半一半呗，这边不是跟早前那样怕吃，这边也不怕吃，敞开肚皮吃。哎呦，我看见这我抓着，你抓不着我抓着想啥？想啥？你看我，哈哈哈哈，像一脸苦皮，加四个银子不问题，哈哈哈哈哈哈。嗯，咱也苦着呢，也不吃字儿。容下得去了一个小的。不是这些年我都没发现的。嗯。看跟着俺姨夫学的牛皮有点吹大了啊。学的不是吹大，而是超级大。最后这俩还有点糊了，底下这都烂的不朝天糊了。哎呀，就这吧，不要味儿好吃。
跟着颠。哎呀，恁又洗了一股堆。恁天一个两股堆。那闺女呢？这两天她闺女学会串门了，去俺金三儿串门去了。她妈妈照顾她了？没啊，她自己。她自己啊？哎，她自己去串门去了。那我过去照顾她。怎么带个小人仙还坐经过串门嘞？阿汤，我打开呗。嗯，打架，对不对？我也爱呀。对不对？这不我给你弄开了吗？给，打一下。我也爱了。打打吧，给。打一下。啊！多快！一嗨。我们打刀。我们打刀啊！来，你整整。哟，给。你看没一点小妮儿有，好玩呢！想你玩玩他的娃娃，玩玩菲菲的娃娃。快呀，神奇！我那你说的啥呀？你看你这，我跟你说，你这说话都得找翻译。哦，这个。这个啥？这找个好玩意儿。这个好玩意儿？你讲讲，你有啥好玩意儿啊？有，好，好。你咋这么不作贱儿啊？你咋？你咋这么不作贱儿啊？出来，出来！你再不出来，赶紧打翻一阵呢！哟呵，出来！哟呵，我出来。你不出来？那东西都出来了。买个东西都出来了。你出来，我给你买东西。出来吧。我拿个东西。啊，拿个东西都出来了。你那那是你的东西不是啊？还哪个东西都出来了，出来！那不是你的东西，你看那闺女不出来，直接跑到屋，还她哪个东西都出来了。拿枪嘞！你拿啥去了？去拿个东西了。去买个东西吧，那你扯住我。哎呀，就是买东西乐意高兴。你上买东西，你看他把东西都拿进。那你给你进人家，拜拜。拜拜。俺去买东西了。管我呗。小娘。哎。小娘吃不消。走。走。拜拜。我走拜。好好好。哈哈哈哈哈。小哥哥。小哥哥等一下。垃圾桶嘞，看谁先赢。好了。哎呀呀呀！停。哎呀。你现在跑到我，老童，我的手机上也有钱，那妈的手机上也有钱。你说，你花谁的钱呢？你用谁的钱买东西啊？你钱？用我的钱？你怎么用那妈的钱呢？啊？阿妈他不老高。那妈的钱不老高。哎呀！走走走！我的天哪！阿家上台去。好，预备。开始，你看一下我的麻将不老臭。来，哎，你给我几个都成疯子了，啊？头发碎了，碎绝了。看看，你挑啥？那我给你，我给你。咦，那中，吃螺丝了。你是不是太没事儿买了螺丝儿？你想吃螺丝儿啊？啊！那你吃个不辣的，吃赵螺丝，赵螺丝不辣啊？赵螺丝不辣。赵螺丝也不辣。这是什么味道？熊猫味道。熊猫味道。那是熊猫味道。哦，这熊他不给你，熊他不给你。我那个呗。他不卖给你。他家里，他不卖给你。他肯定要你的，你给他钱，他都给你了，你欠的。你给他钱。走走走，他给他钱，他都卖给他了。去给他钱，他都给了。娘不住，来娘不住，走。娘不住，去给他钱的，去。走，娘不住，娘不住。这不卖给你。
你是不是赖皮老赖皮的？太看见小姐姐了，一样吓得跑了，是不是？太看见姐姐呀、啊。